上两点就看病，下午上两点不着好哈呀，就拿朝阳鲜花马虎自己舒服不丢不误，上午朝阳鲜花何可救呀，马虎舒服也可修呀，想了各下日天香不丢，相反各下吉祥不可修呀。看看归宿
一只麒麟，不可好哩，真色大得是家乡。乡话一只麒麟，何可救呀？救死不如地来如，身如树如体如。乡话不如地来如，如何用呀？两毛。